家。这几个人去过北京，我好家伙，那你们啊，什么意思？
干的身上特别痒，啊，对，嘴，尤其是嘴唇，都裂开了。哎呦，啊，真的，我那会儿我都怀疑我吐唇了。有点刚烈。你这现在就有点刚漏了，知道吗？像话吗？一天，咱说点文明相声行不行？哪儿不文明？什么叫刚烈了？这嘴是不是到北京刚烈了？刚烈。在安徽不烈是吧？到北京刚烈。真的，我打死你！各位祝祝幸福了，打死我你就没有用。嘴都裂了，怎么都不管用啊！真的啊，那会儿那现在还是有一个疤，能看见啊？那不是人中吗？我们都有，你去死吧！我就能说单口了，你去死吧，行不行啊？烦死了，真的，你学表情。每个人掌握的不一样。
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有的人就擅长输，快输，走走走就输。嗯，有的人就好唱，快唱啊，像什么我们这儿也有岳云鹏啊，啊，这就属于好唱的演员啊，一唱就。还懂吗？眼前我全知道。这是什么？你听听，好。这个呢？
啊，上加码，太基础。这个呢？可以给你啊，你小时候也让小雅茹骂过。啊，你小时候小雅茹这么骂你？哎，我就这么走道儿。明白，后来才知道，他说我知道。哎，看这个，完了吧。废话，有满地喊哑巴的吗？
生下来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别戏法来了。
身体好，怎么就死了？不得了个疾病，脑淤血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我不是枪毙的，你爸才枪毙的。脑淤血，脑淤血不明白吗？脑子里有血管，血管，我把这枪打了。脑淤血不懂啊，得病了，血管，这说话。血管到脑袋里堵住了。微微一笑，这孩儿我们家还比我大一点，老张，这会儿输个团，满脸褶子。Ha ha ha.